所有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做起来都并不简单，日料就是如此。只有真正懂得食材的厨师，才能合理利用鱼肉本身的酶来改善肉质的油脂结构，根据鱼的种类和部位进行不同的熟成处理。昂贵且稀缺的野生金枪鱼，严格控制温度和熟成的天数，才能做到降低酸度，并且拥有软嫩的肉质、饱和的油脂以及更加鲜明的口感。美食之外，为客人准备一副两头筷，以避免不同食材的味道串扰，根据食材和季节调整酱油的风味。一家好的日料店，一个好的主厨，关键就在于把控好这些最重要的小事，给客人带来最顶级的用餐体验，把最好的寿司献给懂得的客人。